今次就是我第一次去擔任瓷器手這個工作，我都覺得非常光榮的，而且也是一個非常難得的經驗來的。咁樣嘅國際賽事一生人得一次啦，令我大開眼界，同埋亦都見識到唔同民族嘅文化。咁喺呢幾日裏面，我都參觀咗好多唔同嘅 project 啦，而每個地方嘅 project 咧都好具佢哋嗰個地方嘅特色嘅。同埋我又認識咗一啲美國嘅朋友啦，咁我好欣賞佢哋嘅文化咧，就係佢哋好中意咧讚賞別人，同埋俾別人鼓勵。我今日去 Lasa 嗰度咧，就睇到美國航天發展嘅一啲歷史背景啊，裏邊見證咗好多以前同埋而家或者將來有關太空計劃嘅發展，真係獲益良多。